个安铁主任这边探店，我们来吃他的牛仔包，咸蛋牛仔包。咸蛋牛角包，切了咸蛋酱会流出来，这个牛角包要沾着咸蛋酱吃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啊，这边外面也是狂潮，这边水了完。现在这边是退潮的状态啊，早涨潮的时候这边全部都是水啊。口罩不能耐热，一下子就断了，我换过一个新的。好久没看到吉打那么战了。现在来探监这些牧师咖啡，厕所金盆洗手。金马桶。哎，老板。觉得壁画是新的，这边还在画这，来久了还在下。跟这位大师来 mix 这里拍摄。
些咖喱面，四锅汤，哎，这味泡面。这里的西瓜汤 YYDS， 欢迎我老李。里面有龙岩果冻，还有大龙岩果冻，还有分子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用这个罐来进行拔罐，做完拔罐来做针灸。